虽然我们开的车破，但是我们吃的好啊。对呀、啊。据说摩洛哥的警察看到你开的是豪车，被拦下来的几率很大，你们懂的，对不对？钱要花在刀刃上，租豪车有什么用？被警察拦，被警察讹，还是租破车比较合适。我们吃了两份羊排。在卡萨布兰卡吃饱喝足后 ，Jason 他们就要出发了。我们走喽！耶、yeah! ，去下一个目的地，离开你们白色的房子城市啦。下一个又会是什么颜色呢？从白色之城卡萨布兰卡离开，环摩洛哥黄金旅行线路即将开启。我们现在就要离开卡萨布兰卡了，离开这个特别乱的地方。又有收费站了啊，一共这还没开出城多远呢。也只有在摩洛哥的大城市之间才有高速公路，路很好开哦。此刻的大家显得格外的平静，但实际上对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是不是也很乱，都抱有怀疑的态度。两个半小时的路程，临近目的地的时候 We just arrived after the highway. Jason 开始联系入住酒店的老板。 I think I will be there in 15 minutes. 周围的房子颜色变成了红色。我感觉就小城更有意思啊，感觉这可不是小城啊。这就是摩洛哥西南部，有着红色之城美誉的古都马拉喀什。这就是马拉喀什。马拉喀什，而且一定要在老城里面才是精髓。我们就围着这边其实转了好久了，都没进去呢。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老城纵横交错啊，好乱啊感觉。对于人肉 GPS 的 Jason 来说，在这个1001夜般的城市找路，也是有一定难度的。马拉喀什的精髓就在这儿了，你看这个城门都是老的。我看那个，哎，他是谁？拉客的吧？拉客，停车。这刚进城门就遇到阻挠。千万别听这些人的谎言，老城是可以开车进去的。一直跟着我们走就行，任何人说话都不用理。Jason 他们作为东方面孔，在这里格外的显眼。还好没租大车。真的，这一路最大的 tip 就是租个这种外形看起来很烂的小车。本来就路窄人杂，感觉所有人都在装疯。还好我们昨天已经见识了这个驾驶，是吧？是啊，他们都很自然的去展示。我们中国人很聪明的，我们早就已经都知道。不停，不停，还要承受不停有人搭讪的骚扰。Wait a moment, we have a guy.雪上加霜的事儿，根据酒店老板提供的线路。What kind of his clothes? His clothes? He's wearing black. 并没有见到街头人。等一下啊！男人们只得下车。转移那些不停骚扰的人的视线。So, you sent me the message, so I just... 目的很明确了，有人想他们停车。有人想带路。还有帮腔的。就在这位带路人想强制带路的时候，带我们去。他说了，他说不要跟任何人。对，我看了这边所有带路都要收钱的。他的自行车关键时候掉了链子，他怎么了？他把他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生气有啥用啊？生气的原因自然是到手的鸭子吃不了了。进到这个老城里头，就相当于掉入了一个套路之城了。千万不要随便跟任何人走，对，不管他们再花言巧语，再对你生气，你都要冷静，都要坚定啊！此时的大家很冷静，但已经开启了战斗模式。你还挺有人的，还挺自作多情的，还是跟他摆什么样，以为是他。哎呀，别人就在找路，你真的是太讨厌了。你们有你们的套路，咱们可以不上套。中国人那么好骗吗？不是啊，中国人没办法，是所有的人、啊、所有人。他问我们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了？嗯，不是中国人，他只要看钱。所有游客。可这位小哥把脾气撒在了 Jason 他们身上。他竟然踢车吓唬几位女士。What are you doing？ 暴脾气的摄像师傅可受不了自己人被欺负。We call the police。然而，听到警察，那这样我们就报警。Calm down，OK、okay？ 他秒怂了。让余登走。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走。哎，知道了，这回要真的再不识相，我觉得真的是太蠢了。像这样的蠢货在马拉喀什还真不少。怎么了？ out， 他跟他比中指。Get out。 啊，我说不用，他跟我比中指啊，我肯定要比过去的。当这位又听到警察的字眼， OK， we can call the police， OK， 他也秒怂了。道什么歉啊，道个屁。有病。明知道老城的情况，给 Jason 错误的会面地址，酒店也是很有责任的。You are waiting for yes, telephone. Yes, telephone. Yes. Jason 去停车，看车啊。孙夏他们和行李跟着酒店的人步行前往酒店。就车完全不能在老城里停一秒钟，你停一秒钟就会像周围那个蜜蜂似的，然后马上就都粘在你的身边，黏着你。被气到不行的大家，气死我了！没想到还有个套路等着他们呢。啊，小费是吧？他们谁有小零钱？哎，这两位不是和酒店的工作人员一起搬行李的人吗？20。Totally 20。Yes。哦，来到头。算了，向咱们要20小费还说得过去。可是。20 euro。Yes, the price. 20 euro。两分钟不到的路程要20欧。20 euro, please wait. I will ask the boss. 找酒店老板。OK， sorry。这一次是真的需要找警察了。我觉得如果要像我们这个三个女孩单独就不要来这个，你要不然包正规的团，要不然和男性友人来这，真的是。马拉喀什不愧为套路之城，千万不要和陌生人攀谈，对别人的骚扰要视而不见。要警惕酒店的工作人员和外面闲杂人等的勾结。哎，我发现啊，你在这儿千万不能服软，必须要硬起来。你看刚刚就说20欧，我说开玩笑吧，然后马上就啊，不要走。给大家汇报一个警察的处理结果，所有今天触犯到 Jason 他们的人都被拉来道歉，并受到相应的处罚。所以遇到事情一定要报警。这次我老公说你也要注意安全，我说当然了，他每一个国家都跟我说让我注意安全，我说我知道了，我又觉得是他不想让我来。这次看来真的是。半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让大家都忘却了他们入住的是一个很美的酒店。他们就可以拍了，其实我现在是挺想拍的，但我觉得突然和这个氛围很不容。拍吧，赶紧拍。女人们吓得照片也不想拍了。哇，好奢华呀。还有两个小伙伴，
排好 Jason 订的酒店最豪华的房间。哇，你在看会迷路的。哇，哦，真的好漂亮，这么大啊，缓解了大家紧张的情绪。我们到第一天买的甜点到这成了救命之物，真的很好吃。而接下来还要面临摘月的困境。在皇帝般享用的浴室里，洗去今天所有的疲惫和惊恐。哥，哎，你看那个奇怪的女人。我以为你是画呢。好吓人，因为我不想和不真诚的眼睛对视，不想看到他们。走走。可娜娜还没完全从那种惊恐中缓过神儿来。孙姐是男人，和我们俩不一样。没事儿，有爱担当的 Jason， 暴脾气的摄像师傅，还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孙夏在，遇到什么都不用害怕。这条街真的是好安静啊！他说要小心。他说小心了。他说小心点哦。白天还是鱼龙混杂的街道，晚上变得格外清静。娜娜都不说话了，要飞着，我掐着你，我好怕你摔跤。人应该都去进行一天最后一次的消礼了。现在几点了？现在是8点钟。按说8点就会开门了。即使在斋月，晚上8点后，他们就可以吃饭，也可以经营吃吃喝喝了。我觉得这全是外国人，好安心啊！你看吧，也不用太谨慎了，满街都是悠闲行走的情侣。好想喝一杯橙汁，喝一杯吧，来吧。好想喝杯。不怕又是橘吗？下午的经历让大家买东西都不敢买了。一会儿不眠广场好多。对啊，我们去市场吧。不怕，这个摊主就一个人。妈妈说，啊？但价格还是要先打听清楚。How much? How much? 30 dirham. Show me, show me. 哎呀，这是多少？还以为你要拿走呢，多少？哎呀！当地的老实人还担心 Jason 他们耍诈呢。没有了。没办法，人与人的信任很容易丧失。5块。所以做人一定要诚信。鸡鸭大叔，你上楼。OK， 到了。知道了。没毛病，到了。5迪拉姆一杯的鲜榨橙汁。那边有俩放哨的，这个有一个实时记录仪，是吧？就是怕我们抢劫他了，我觉得。还把人家？刚刚你害怕了吗？害怕了。好好喝，太纯天然了。嗯。柑橘汁。这个你是看着它榨的，它没兑水。嗯。希望接下来能多一些这样的老实人。大概合人民币的话，5.73块一杯。嗯，好沉啊。让彼此重拾彼此之间的信任吧。它是活的，这个老城是有烟火气。对，就是它是就是各种乱象都聚集在一起。 它很像以前阿拉伯世界，你看阿里巴巴那种感觉。真的，这里的一街一路一景一人都很像阿里巴巴与40大盗的场景。夜早，夜早又走不动了。好多椰子啊！看一下多少钱？原产自西亚和北非的椰枣，是这里很常见的一种特产了。嗯，是可以的。有黄色椰枣。你等一下，他们这都手可着急了。有黑色椰枣。好想给你称称，真的好吃一点，真的就是这好吃吗？从口味上来说，黑椰枣更甜一些。Just one kilo, one kilo。我怎么感觉晚上的人怎么这么理性呢？这么好啊！大家紧张的状态，终于看不见了。没有，把眼拿起来了，开灯了。从娜娜露出了自己的双眼，
就知道慢慢适应了这里，放松下来了。他们的手工鞋还挺好的。前面，你好，你好。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五颜六色的水果摊，哇！这里就是有着不眠广场之称。这个水果摊相当有名和有意思、哦，看着还是挺正规的。要开始了吗？为什么有没有有意思，一会儿就知道了。被阿拉伯传统集市包围着，还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德吉玛艾尔法纳广场。哇，这个几乎你看卖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好大！全非洲最大的市场，看果干果、啊、不看果尝一尝。包括之前买了的椰枣，这里让人眼花缭乱的干果是不得不尝试的美味。那个 I want to try, I want to try. How much? 尝也要收钱。是的， Jason 他们已经找到了这里人的特点。你说你别想骗我。你要尝怎么做生意啊？你想尝了不买是不可以的。Like bite? Ah, yeah, like bite. Bite, bite. This one is. 他给你掰一点也可以啊。其实这里的商家也是通过千年的经验积累，变得很精明。只能尝这个。这就是为什么有位中国富豪为了致敬阿拉伯商人，商业范围又是小商小贩，所以给公司取名阿里巴巴。翻你白眼啊！好吃吗？你给娜娜尝尝。好吃死了这个！小商小贩的东西品质参差不齐。好吃的，好吃吗？特别舒服，好吃，好吃。但这次来发现，无论商贩想不想讹你，品质都还是很不错的。我要吃，吃你吃。来来来，吃吧。娜娜开心了。几位女士开心了，咱们就放心了。小商小贩的问题在于大家都扎堆卖差不多的东西。My friend, you want to eat? Just have a look. Only look what you have. We have the shish kebab. We have lamb. 竞争是相当的激烈。但是那个好香的肉味儿啊！那头是烤肉吧？其实还可以，没有那么那个。中国拉客一样的，就是香。这种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大家还是能够接受的。都是卖烧烤一类的摊子。这边刘哥，刘雨欣。而作为吃货掌门人，要在这里找一样特别的。羊脑，要吃羊脑。大马，大马。要吃羊脑。吃这个吗？自动送上门的客人，瞧把他们高兴的。现在多少钱 ？How much？ 啊，就我。咱们把视线从询价现场转移到明档里的食物。羊头，羊脑，这个是来马拉喀什大夜市一定要吃的，就是烤羊头，然后呢它还有那个羊舌，然后羊脑。这一顿羊的盛宴专门是为好羊肉之人准备的。 Oh my god、这个收钱吗？这个 How much? 1 dirham. 1 dirham. 1 dirham. 羊头肉剔下来切碎，装盘儿。羊舌切块，装盘儿。我们先吃羊舌，好不好？这个羊舌大家真的很少吃吧？是的。来马拉喀什就一定要吃这个羊舌。放了好多孜然粉，看上去有些像牛舌的质感。它是从那个锅里面捞出来的，然后切完了之后撒上调料，这个调料就是孜然，应该是感觉像卤的羊舌。来尝一尝吧。
用孜然调味料简单调味儿。哇，好弹啊，感觉。哇，这种夜市吃到这个味道，我简直了，我真觉得。嗯。那有两半。怎么那么香啊？我吃了羊舌，可能要放弃牛舌了。真的，羊舌的味道绝不亚于上等牛舌，厚且鲜。朋友们，很嫩。观众朋友们，我告诉你们，完美。有时吃厚切牛舌会有嚼不动的口感，但这家羊舌煮制的火候很好，口感松软却不软烂。我觉得这个像什么？这个感觉像跟羊的接吻一样。很准确的形容，当人的舌头咀嚼着羊舌，那种鲜美的味道在嘴里慢慢的释放。好吃，相信我，你要觉得不好吃，打我，我都不姓刘的，打我。太好吃了，我一入口绵软弹弹的口感，像牛腱子肉，并且羊舌还有一些脂肪的部分，吃起来不会那么柴。你吃到后面，你的舌头表面全是脂肪，感觉对，就是很香很上头 ，very good， delicious。某些人就这么错过了这一道极品美味了。谁在？对的，跟只要没。对，因为一般人都觉得羊的内脏肯定很腥啦，很膻呐。对对对，就你说的那个，一点腥味都没有，一点膻味都没有。带着期待的心情，尝尝看上去很恐怖的羊脑吧。羊舌好棒，那羊脑呢？羊脑真的也是第一次吃啊。脑子又是很多人拒绝的食材，毕竟舌头还是比较靠外的。但是羊脑好白啊。膻吗？像豆腐一样。很神奇，看着很重口，吃起来不但没有想象中的膻味儿，而且这个最后有一种坚果的那种煮过的栗子的那种绵密感和香味儿。这多亏了煮制的底料中加了香辛料。哦，这个羊脑不要太好吃啊，一点杂味都没有。真的没有哎，像豆腐，对不对？是羊脑吗？口感就跟豆腐一样绵密细腻。来吃点豆腐，吃豆腐，好吃。像这么水煮出的羊脑能有这样的味道，不得不又夸赞起摩洛哥上树的羊来。然后我们刚刚切了一整只这个羊头，羊头肉你吃过吗？ Jason 他们在土耳其吃过冷吃羊头肉，是冷的对吧？小摊那个爷爷是热的，刚切好的。哇，热气腾腾出锅的羊头肉，肉质上更软一些，有点淡是吧？它都是没怎么调味儿，对，它跟你自己的口味轻重。调料依旧是同样的。嗯，哇，又弹，我吃到脆骨了。知道为什么有人爱吃动物头部这个部位的肉了吧？看它这个头的部分都是筋头巴脑的，所以就是特别弹，然后活肉不会塞牙。筋头巴脑的肉质吃起来口感更好。不过关键是摩洛哥的羊品质非常好。我跟你讲，我这一路咱们拍过了，我发现了，它这边的羊啊，跟柬埔寨的牛一样，干瘦干瘦的。是的，我们路上看见了。哦。然后吃天然草长大的，还爬树吃那个阿甘，吃那个树，所以我觉得很自然的。76号摊位看上去很可怕的羊头系列，真的不能错过了。不要！偶遇一个会说中文的老外 ，OK， 可以小一点。没事。老外更是不能接受动物内脏什么的。还好。那这个呢？美食就是要分享。这个不一样，你尝尝。Bread， 这是脑袋。挑食的人一定要勇于尝试你不吃的东西。OK， 好吃。好吃。万一你又爱吃了呢？否则又到了结账的时候了。这么好的一顿饭，咱们不想破坏所有人的心情。
喝啊？算账。不给。什么？这里还是孩子？这里还是孩子？这什么孩子？孩子？不要转歪脑筋哦。反正已经教授了很多关于摩洛哥的套路。反正我们今天每一个都提前问了多少钱了，菜单也提前拍了照了。是。然后这个茶也问了，他说两滴拉姆一杯。就看结账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跟问的时候价钱一个样。根据我之前的经验，他们可以毫不客气的直接瞎算。也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我们再去看看别的。走吧，再去尝尝别的。Jason 他们还得保留体力，准备跟别的人斗智斗勇呢。哎，现在我觉得根本不提心吊胆了，你已经摸到他的那个套路了，秒怂。知道了这里的人秒怂这个特征。大家放心大胆的在这个热闹的市场大步流星的逛荡着。我们是蜗牛。你不要太激动，这样他会跪的。然而这位摊主有别于其他拉客的，显得格外的冷静。这就是马拉喀什另一特色蜗牛。他很大方的让孙下尝。哎呀，这个蜗牛头都在外面。对啊，他就是带头的。因为摩洛哥被法国殖民过，法国人爱吃的蜗牛也成了这里的特色。哇、哎、这蜗牛里面这么大。摩洛哥的蜗牛个头不小啊。是整个吃的吗？整个吃的。Good. Oh my god.Delicious, good, 辣的，味道可跟法式蜗牛完全两样。The clinics. 它是姜的辣味吗？好辣，辣椒的感觉像是像香料的辣。有辣椒，有辣椒。而吃这种蜗牛，肉不是关键，而且吃他们的蜗牛一定要喝蜗牛汤，你知道吗？汤才是灵魂。这就是当地非常非常本土的吃法，而且他们喜欢喝汤。为什么？他们把汤当成中药喝，可以治病的啊。汤是用了很多香辛料熬制的。喝口汤。他其实吃蜗牛也是治病的，他们吃蜗牛的原因就是因为让身体要更健康。所以汤一定要喝。这汤好喝，有点像香龟汤似的。刚开始喝有淡淡的苦味儿。汤好像药膳，这个汤就有点肉味了，像肉汤那种感觉。却越喝越上瘾，丰富的免费续汤，这也是汤的，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是免费的呢？不一样，给汤比那个肉好。汤是不是好吃、这汤泡饼不错啊。看到大家这么喜欢这个汤，药膳汤，无限续汤。哇！小伙子又给来了一勺。哇，他这怎么这么好啊？他们俩人与人之间失去的信任又开始慢慢建立起来了。You are the best person in this city. 好了，十了，不是啊 ，Number two. 二号摊贩的蜗牛汤推荐来试试。是不是已经不是那么害怕了？不害怕，来杯果汁吧，刘哥。水，来杯果汁吧，我们挑战最难的难关，这个根本看不见啊。满市场最多的就是贩卖果汁的，而卖果汁又是最有利可图的。Try. What is it? This is mixed fruit. Mixed fruit. Yeah, watermelon, papaya, fish, mango, fish. 猫腻就在这高高的水果架。套路就是你看不见是否在果汁中兑了水。好吧，收音机械了吗？申请。小伙子非常认真地给 Jason 他们解释并展示着每杯有多少的分量。那么放心了，最多套路就到此。看起来他也是深受那些当地骗子们之害的受害者。Do you have watermelon juice? How much? Same price. 摩洛哥除了橙汁非常棒，是个小朋友吧？是啊，很稚嫩哈。How old are you? 70. 70. 西瓜也是顶呱呱的。
真没加水。有刘大胖一直辛苦的监督着，因为我们提前感谢同胞们啊，同胞们知道了这些套路，我们学习了一下。每一杯西瓜汁都是绝对纯粹的。Thank you， 好想吃啊！甜，好甜。这一家46号果汁摊儿也可以光临。待会儿我们来举起杯，为今天的胜利干一杯，好不好？旅行的乐趣就在于突如其来。来吧，我们算是今天勇闯马拉喀什第一天成功了。所有的套路都经历过了，为了我们自己干一杯。旅行的乐趣就在于防不胜防。虽然没怎么吃饱吧，但在异国他乡的街道，能和带给你安全感的朋友们在一起，这又将是一段精彩且美好的回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经历过所有套路的 Jason 他们在马拉喀什格外的顺利，克服了斋月的困境，吃到了特色餐食，发现了套路之城善意的一面，享用到了想象中摩洛哥应有的风味和热情。即日起关注 XFUN 吃货俱乐部官方微信，回复攻略就能获取最全的餐厅信息哟，持续更新中。作为一个发量惊人的女生，也是有苦恼的，就是发际线已经以最快的速度慢慢的向后脑勺移动了，而且由于太聪明呢，也快绝顶了。但是呢，我不是被刘老师安利了一款生发液吗？本来是抱着完全不相信试试看的态度，因为我觉得头发这个东西啊，你都30多岁了，再怎么长能长成什么样呢？然后我已经用了大半瓶了，你看，我发现是有那么一点效果的，先给你们看一看，长了一层很细小的绒毛，我就已经非常开心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屋有一个女孩，她为了生发，天天我给她涂姜，大概涂了3个月吧，才长了一点点小绒毛。这个我也就用了大概1个半月吧，差不多。每天她建议是说用3次，早上、中午啊、晚上。她不是说你洗完头才用，就你随时都可以用。它是这种瓶口设计的，不是特别方便使用，所以我给她买了一个喷雾，可以随时装在包里头。比如说中午吃完饭喷一喷。搓一搓，抓一抓，让它充分的吸收。然后这个味道其实很好闻的，有一点点淡淡的薄荷的味道，而且不冲鼻子，打到头皮上不是那么的凉，但是很清爽。你哪里想长头发，哪里就喷就行了。被命运折磨的头秃孙女士又来了。我之前不是在日本的时候被刘哥推荐了柳屋生发液吗？我已经也用过一瓶了，那很早很早很早之前。然后后来呢，电商的小朋友又给我推荐了一款专门针对女性头秃啊，其实确切来讲就是说针对女性的用于生发的一个这个药用生发液，我已经用完了。然后我就惊喜地发现，我头发上以前秃的发际线跟那个头上的旋儿，竟然真的长出毛来了，会有一点点那个药的味道，一点点的味道，让你感觉你是在用一个生发液，其他的没有任何的不好的感受。那我用了这两款生发液之后，大概每一个都用了一瓶吧，也算是差不多每一个都用了1-2个月之后，我会发现真的是有效果的，可能会因人而异。这个柳雾比较适合夏天，而这个针对女性的，建议大家不妨买来试一试，坚持用1个月，然后你可能在早上洗脸的时候，不经意的时候就发现你竟然长毛了。微信号搜索 XFUN China， 点击关注进入吃喝杂货店。如微信已升级新版，可点击任意一条头条文章，下拉至文末，长按二维码就可以进店购买心仪的产品哦。这么多期节目看完了，来，我们做一次随堂小考。新西兰入境的小 tips 来列举一下：日本哪里可以用勺挖着吃金枪鱼？什么？这么多干货，你一条都没 get 到？哎，没关系，贴心的 Jason 早就为你们画好了补课的重点。在爱奇艺首页输入 XFUN 吃货俱乐部，加上你们想要补课的目的地，你就会发现，嘿，是不是还挺神奇的？目的地形成一键回顾，秒速看完所有名场面。
真乃出国旅行补课之良品。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世间万物皆不可称完美，即使是 X 饭吃货俱乐部一路发展到现在，也依然有所欠缺。缺什么？缺人，非常缺人。想播出一期节目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有一群人为此经过99道工序，添加81道风味，才能让节目最终上桌上线。不应当不应当，我们都只是小可爱呀，整天哭着喊着要加入我们的你们，不要说我们没给机会哦。我们需要摄影剪辑、短视频编导、节目编导、后期包装、客服专员、选品专员、运营编辑以及行政专员，可以没有经验，但是要有态度和技术。详情微信关注 X1 China， 点击小按钮就可以了解啦。觉得自己有戏的戏精，快把简历扔过来扔过来。但是在这之前，我希望你想清楚，因为你一旦加入了，等待你的将会是见偶像、变名媛、被投喂、被日常投喂、被高级投喂。所谓幸福让人发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我们可是认真的在招聘，那些说我只会吃什么都不会呀，我除了美貌一无是处的人，出门隔壁小鲜肉招不出投递简历，不送啊。